明天早上开个会啊，谁也别迟到。哎，今天又限号，又得挤地铁回家。哟，你俩在这儿等谁呢？等您呢。哎，你俩可真有心。看您每天工作这么辛苦，送您回家这种小事儿应该的，正好我也顺路。你们家住在北五环，领导家住在南三环，你告诉我怎么顺路啊？啊，领导，您家住在御前营，我们家住在马家铺，咱俩才是真顺路。没事儿，我这车快，就一脚油的事儿。那不一样啊，我这车呀更快，而且还安全，咱还顺路。您呢？您还是坐我这车吧。什么？你车比我车快？你知道我这什么车吗？我这可是600万以下秒天秒地秒空气的思域。得了吧，你就爱自欺欺人。就你这块坐上去之后，这车连个摩拜都秒不了。我跟你说，这车好不好全得看外表，真的。你看我们这车，哎哎，跟我长得那是一样一样的啊。别的不说，就说这大脸，不是，就说这前脸，这两边这灯，哎，全 LED， 全都是 LED 呀，不像某些车呀，都什么年代了还卤素呢。哎呀呀，知道什么叫贴地飞行吗？就您还贴地飞行呢？就您这块要坐车里，过个减速带都得蹭底盘。你来车尾看看啊，你看我这尾灯 C 字形的造型，非常的有个性。哎，不像某些车放车堆里都找不着。不明白了，我们这个设计感，这叫圆润。再说了，最主要的 LED 溜背设计，懂吗？这就是年轻的代表。还溜背设计？我还关羽设计呢。再说了，你怎么溜，你不也三厢车吗？你看我们这个，嘿嘿嘿，掀背设计，咱这真掀背。你看你看，一体的怎么样？就你这块头啊，整个的往里面一搁都不用切。怎么说话呢、啊、你看我这轮圈多动感。哎，就跟我一样脚下生风。就你还脚下生风呢？你把自己当哪吒了？再说就你这块儿一走，好，身上这肉直颤悠。你见过这个绿巨人底下踩一风火轮的吗？啊，那能协调吗？您就看您这小脚，16寸的轮毂吧，啊，顶配才17寸。你看我们这个战戟式铝合金，哎，顶配18寸，整整比你大了1寸。大1寸重要吗？你看我们这车帅呀、啊、跑车低趴范儿。那也是大1寸。再说了，外观这事儿完全是个人喜好，有本事咱车里面瞧瞧。嘿，你俩还有完没完？等着。看到这内饰造型了吗？流畅，哎，自然，有没有跟我这车身浑然一体的感觉？嗯嗯。哎，你再看这7寸中控大屏啊，功能啊相当的全面。不是7寸，咱是不是就别叫大屏了？再说你这反应也不快啊。你先别说别的啊，你看看这储物空间，你再看看这后排空间。我跟你说啊，本田玩空间的本事那不是吹的，服不服？你说你还能开这车进货去是怎么着？晚上你在路边再开一小卖铺，对不对？懂不懂什么叫运动啊？还有没有别的吹的？要没有的话，你跟我上我那车，我让你开开眼。嘿，走。你看咱这内饰，哎，皮的，这才叫浑然一体呢。嗯，你就说这个空调出风口，这叫一字出风口啊。嗯，看着多帅气啊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3幅的方向盘，哎，扁平化设计，嗯，完美结合呀。就你这样胖子，你上车喝不着腿，这才叫运动感。咱俩都是老中医啊，你和我聊什么喘不喘？你比我瘦几斤啊？你瞧你这就说这座椅吧，运动座椅，你上车之后这氛围一下就不一样。你别整那些没用的，还有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吗？哎，咱就说这中控大屏吧。啊，10.1寸，这才叫大屏呢。这不就大了点吗？小伙子，大才是硬道理呢。关键功夫好啊，就这套斑马系统，能导航，能语音操作车辆，还能通过车机联网是实时在线的。哟啊，不信你跟他玩个成语接龙。有这么多功能当饭吃？能啊。你好，斑马。您好。我饿了。你确定导航到福寿斋创展店吗？或说第几个？哎，你别忘了啊，这车看的还是操控和这个速度。我那车那可是秒天秒地秒空气的思域啊，600万以下的车啊，无敌。现在认怂来得及。你别老600万600万的啊，咱俩先下车，我问你个事儿。
帆哥，我问你啊，啊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小刮小蹭很正常啊，而且跟快有关系吗？一看你这车就没有前碰撞预警，没有主动刹车，就我那车，你甭管再怎么快，它撞不成这样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嗯，你说那些配置，思域都有，那是思域顶配有，你这车有吗？我用不着这些配置啊。嘿，也别光说不练假把式，你这样，你开我车。我带你体验体验什么叫贴地飞行。行行行，走走走。我跟你说啊，啊，这车你都不用挂 S 档，挂 D 档起步给油，你试试。行嘞，我试试啊，走，挂 D 档。哇！我就问你，这车动力猛不猛？嚯，猛是真够猛的，可我感觉我这刚踩油门可没多少啊，这个调教的是不是有点太灵敏了？这要是你前面有一车啊，你这一给油，这不窜出去，马上就得踩刹车。哎呦天哪，这感觉还是挺悬的。你要平常这么开车上班，你累不累？那你别管啊，快就可以。哎，你这个百公里加速多少？8.7秒。别看快啊，我们用的还是 CVT 变速箱，就驾驶感受来说啊，嗯，肯定不像你的双离合，跟你似的走路都一瘸一拐。我一瘸一拐那是犯痛风了。再说了，哪辆跑车不是双离合啊？保时捷、法拉利、兰博基尼，对不对？都是双离合呀。再说，待会儿你上我那车，你体验一下我那车的感受去，绝对不一样。你好，斑马。您好。打开空调。空调已打开。看见没有？科技的力量。能动嘴，尽量不动手。而且啊，开我这车也不用挂 S 档。就挂 D 档足以，我试试，体验一下。走这儿，这儿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嗯，这双离合这感受还可以啊。当然了，你想想，咱俩这发动机都是 1.5T 的，嗯，我这车呢是169匹的马力，啊，比你那个呢还低8匹。对对对。但是我这车扭矩是250牛啊，足足比你那车高出了30牛米。250，你这车百公里加速多少啊？哎，也不快啊，7.1。嗯，不光是加速，我这车操控、悬挂各方面都很出色。当然了，你想想这个道理啊，月销量过万的车那错得了吗？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嘛。啊，有的时候我也是感觉到十分的寂寞。孤独，孤独求败啊，这种感受你能理解吗？我懂，我懂。你懂什么懂？哎，这样吧，啊，回去，咱俩再换车体验一下。你开我那个。行，给你个机会，让你对照目标找差距。走这儿，走这儿。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。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。其实明儿我就招新人。你好，斑马。您好。打开车窗。正在为你打开主驾车窗。你好，斑马。您好。成语接龙。欢迎来到成语接龙，第一题是奇妙无比，请答题。比翼双飞。回答正确。下一题是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这我知道。游戏结束。哎，本次你答对了0道题，你马上就要接受我们系统的惩罚了。啊，你好，斑马。您好。弹射副驾驶。正在为你打开天窗。